好着啊，这是 CS。心怡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好好。你着急就别点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真的要核对清楚。好嘞，没问题。我就说不会出错的，你还不信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筹集下单了，麻烦你帮忙送到 CS 大厦，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送达。没问题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有礼，那我先回公司一趟。你去吧。够不够？你是合作方的小秦总。